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我们进入到有关于方言和预言，方言和做先知讲到这两块很不一样的恩赐的运用的时候呢，我鼓励你打开圣经，而不是我听人家怎么说啊。我听过有一个人讲说，哦，我的方言怎么样怎么样。我听过有一个人讲说，我做先知讲道比较重要是怎么样怎么样。我们不是听人怎么说，因为人都是他从圣经里面的一些体会。可是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怎么讲？回到圣经里面说，圣经里面讲到说，说方言的人，他不是对人说，是对神说。用先知讲道，也就是说预言，是对人说。所以不同的对象用不同的一些神给我们的恩赐，那不是很理所当然的吗？那为什么要二选一呢？接下来他讲到说，最大的关键是什么？最大的关键我读给你听。他讲到说，不管我们运用什么样子的一些属灵的恩赐，最重要的就是凡事都当造就人。也就是这是恩赐运用的一个最大的原则，就是这个恩赐我运用它，不管是方言恩赐，不管是先知讲道，也就是说预言的恩赐，到底这个恩赐当它运行出来的时候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？那个效果是对人有造就吗？还是那个效果是让人更深的 confuse， 更深的混乱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恩赐的运用是为着造就人，这就是一个爱的原则，对不对？当然，那个造就人里面包括造就别人，也包括造就我这个人。因为前面有讲到说，方言说方言是造就自己，我也是人啊，就是造就我这个人啊。但是做先知讲到说预言是造就教会里面的众弟兄姊妹，造就别人，别人也好，自己也好。一个恩赐的运用是造就人，因此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在我们面对恩赐运用的时候，回过头来问自己说，我非常会说方言，我说的方言有没有造就人呢？有没有自己的生命得造就呢？还是我觉得我说了方言，所以我好像比别人高人一等，我比较属灵？其实那只是一个神给的礼物啊，这有什么好属灵的呢？神给的礼物不是神给的奖品，奖品是因为你做得好所以给你，礼物呢是他高兴给爸爸妈妈回来，从美国回来以后带个礼物给我们，不一定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好事，因为是爸爸妈妈愿意给的。求主帮助。同样的，方言是这样，做先知讲道难道不是这样吗？你的讲道非常受欢迎， 你很会讲道，然后呢是使别人得帮助，还是让我越来越骄傲，让我越来越觉得你看讲了半天人家都听不懂，我一讲人家就懂。我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用这把尺来量一量恩赐的运用。恩赐的运用是造就人吗？是造就别人吗？恩赐的运用是造就我自己吗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真知道所有恩赐的运用是为着造就人，在爱里面成为造就。暂时